这里有个餐馆，去看一下有什么吃的。藏北杠餐馆，进去看一下。那这个方便面多少钱一盒呀？方便面七块。七块。用刀来切是吧？来，我自己切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你几岁了？12。12，上学了没有？上学了呀。嗯，上初中还是小学？小学。会不会呀？挺硬啊，这个，是吧？不认了呀。那怎么弄的？我这样弄的。行。按就去了，让我妈了，没事吧？你去了几个手指？嗯，多了，够了。行，哎呀，这么多。嗯，好。哎呀，够了。啊，这么多。好，谢谢。我就是平常都只喜欢我自己去，或者放牧也行，我自己一个人去，不喜欢特别特别那个热闹。那你一个人去，你不怕狼吗？这边不是有狼吗？有是狼，有是有狼，但是我没有遇见过。你也没遇见过是？因为我运气好嘛。好运。那你这样做的时候不怕狼吗？怕啊，昨天我就看见两只了。没事，我们藏族人有个习俗，就是去马路上嘛，看见狼的话，就是觉得怎么说嘛，反正就会说扎西德里，特别好运的意思，就特别吉祥的意思是吧？对。那我也是在路上看见的，看见两只。恭喜。但我心里怕呀，我还是有点怕呀。那你们家乡有什么野兽？我们那边，我家那里没什么野兽，就是家里养的就，猪、狗。这有啥好怕的？对，没什么怕，所以说没有什么野兽。山上有兔子，兔子嘛根本就不会咬人的嘛。对，我们这儿也有兔子。对，你们这里有狼啥的，特别凶猛啊狼。我们这边还好，到比如那边的话有熊。熊会吃人。幸亏我们这儿没有。你普通话说的特别好，真的，而且人也特别漂亮。用你们藏族语言怎么说？就是说一个女孩子漂亮。贼不打。贼不打。就是你很漂亮，就是贼不打是吧？我不会说，我说不标准，我只会说一句扎西德勒。你挺好的说的。要是我们在那去的时候，我教他们藏语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有点怎么说嘛，不通顺那种。哦，就是你们这边的藏语，它是每个地方呢，跟每个地方呢，它也说起来、听起来也不一样嘛。对，那我们都是藏族人，但是我们说的话就是不行。我们祖国的话，首都是北京，对吧？那我们藏族的话，可以算是首都，比如说有首都的话，可以算是拉萨。我们大部分藏族可以，会，我们藏大部分藏族都可以说拉萨话。要不然我们各个藏族也有很多的民族嘛。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都会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大部分都能说拉萨话。等于是拉萨的藏语才是你们的，就是相当于是国际语言一样，才是最标准的是吗？对。就是其他地方呢，它每个地方呢说来不一样。那能互相听懂吗？有的地方我估计听不懂啊。我也估计听不懂。比如那个安多青海的那个藏族。然后他们说的话有一点那个复杂的样子。感觉他们在说的是我啥都听不懂。你在学校是不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回一次家？不是，对，的确是的。我只要放暑假或寒假的时候才能回家。
要不然周末的时候这是太远了嘛，那去回来到这儿，100多公里，所以那个没时间。周末也不来，也不回家是吧？对。那她就是你妈妈是吧？对呀。啊。像我吗？像，有点像，但我说话她说她听不懂。的确，我妈就是没上过学的。啊。以前人都觉得那个上学就是浪费钱嘛，以前好像要交费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现在不用交啊，你们这边。对。我接触过许多人，所以我看人就行，我不是看人脸不脸。我是因为晒黑了，那你看我的外表，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评价一下我呗。他说我真心话。啊。你刚来的时候我很欢迎，因为我非常喜欢，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接触你的陌生人。啊。但我喜欢那种旅行呀，什么看景色呀，什么喜欢旅游的那种，心态宽的。哦，对对。我小时候的话特别喜欢热闹。哦，也很调皮，不像个那个女孩子，嗯，特别像男孩子一样。就是以前刚有灯的时候，我就喜欢玩灯。哦，开关开灯开灯，特别喜欢。但是长大了，到3、4年级的时候我才听话，要不然我1、2年级和幼儿园的时候特别调皮。嗯，我可以在这儿出名。就说，我爸叫仁宗嘛，仁宗家的那个小女儿调皮的不是一般，我都出名了。你小的时候很调皮是吧？对。那你现在就是挺乖了，意思是，是吗？对，但是我不太喜欢在学校里看见男生那个欺负女生。哦。只要男生欺负女生，我大的一声打，然后一天嘛，我打那个男孩子，他踢我。我生气的到了那个，校长办公室。啊。然后跟校长好好说，然后校长说：“好好好，你先走吧，我先处理他。”你长得挺像你妈妈的。像吗？像，不是你们的，你们得去买回来，所以说钱我肯定得给你们，明白没？懂我这个意思吧？妈。是啊，这就是真的。啊。真的，这就是。七块就七块，钱肯定得给。哎，妈妈说别给，下次要是从这儿来了，然后你来吃饭去。妈妈说，妈妈记住你。行，那我下次来了，我就你们再请我，这次我得给，因为你们也挺，你得去外面买的嘛。好，我付了啊，看吧。不用了。没事拿。哎呀，那不好意思。没事。那好，谢谢小妹妹啊，非常的谢谢你，如果我这边还有机会骑自行车来这里的话，我再来你家这里啊。要不然他会那个。就是在2天之内喝完是吧？对，2天之内喝完，要不然他就会浪费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好。好，再见啊。一定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再见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看送了这么一瓶牛。